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澳门敏儿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拿我的快递。在澳门这边呢，我们的快递呢不会寄到我们家门口的，没有你们那么幸福的。我们的快递呢就会在我们的淘宝代收店，我们要自己去拿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要赶去拿我的快递。在澳门的快递店呢，代收店呢，他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在12点到晚上8点，有8个小时开门。所以呢，我就刚刚下班，所以就赶去拿我的快递。啊，真的是挺辛苦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的代收店就是在家附近的。这个会比较方便。10蚊了吗？2件。拿了两个快递。10块钱的不必代收费，因为疫情啊，好多澳门人都不会出去，好像以前一样在孔北这边呢，拿快递的，我们都会找代收店，所以疫情的时候真的是澳门开了好多这些店，也是挺好赚的，然后呢，就比较方便啊。